蹲式厕所怎么用？外国人母萨萨，我第一次在台湾公厕上厕所。啊，这哎，研究了半天，这样吗？这样真的？哎，还是这样？蹲式的我也不行，离那个马桶感觉很近，感觉会喷啊。那你下次就坐空中就这样子啊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